方判谁的乱，是你中华民国的护照是假的，那才是假的啊。现在台湾人刚点到头顶就是那真的，我们会假的。唉，腿压面啊，腿腿腿啊。我们的身份证你在美国世界可以通用，你说不知道吗？过两天我们有一个新德州的同心嘛，我本来是说今天要叫他来，他跟我说、哦、他这边整个团去美国多严重呢，他坐国内飞机啦，国内飞机有那检查很严重的，就要入一个玻璃的里面、哦、对吗、哦啊、就要检查，是不是有时候叫你脱衫脱裤，脱到里面内衣内裤，十步十步都同样，他没在给你管，你天气多冷都同样。我们的东西在他的 passport 上面夹一张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对于百般礼遇，他怕一张，他自己也怕到，他们看到之后没给检查，所以给他说你从这个门过去，走那个叫做、那個、类似于那个都不用检查就对了，你旁边过去、啊、他们的规团大家眼睛都吃到你，要跟他说、欸啊、你是什么人啊，啊你是 CIA 的款哦，真普通的一个欧巴桑来这受问，领身份证是什么原因，那张身份证我给你看，来那个身份证给他们看看，我们的台湾民政的身份证、哦、这几字啦，厉害是厉害，这几字啦 USMG， 什么叫 USMG？ 美国军政府发的啦，不是我在黑白说，我在这里说的都总是有根据，去关岛，来我那个关岛那个给他看看，去关岛，关岛吼不用签证，他现在规定说你如果有中华民国身份证还是护照还可以，去关岛的时候这个同心拿这个身份证出来，他给他带音，美国要出关是不用带音，要入关要8月12号，有啊四个当年啊，他拿那个调查员，调查个调查员好看，听听哎，你当那个调查员怎么讲？哎呀，我们可不可以去受训？当然可以啊。起码实际上，真济咱的警察同志啊，同心啊，县议也用分局长啊来咱去受训，已经有十几个，甚至司法人员嘛有12个人来受过训。是什是什么训？是法律的训练。美国当时咱个控股的时阵，2009年的10月5号，伊讲我们愿意把政权还给你台湾人，但是你叫台湾人来接政权。在迄个时阵，2009年，我找无台湾人。包括我都不是台湾人，是怎样？我是你中华民国那个身份证，我当时是中华民国护照，中华民国护照，中华民国身份证表示我是中国人，我不是台湾人。所以2010年咱马上成立台湾民，2008年2月7日咱就成立了，2010年1月13、14、15，咱开始受训，当时通过《公民权利法案》，上个美国信，美国同意，咱这个身份证开始发出来。我讲一个代志，互你感觉足趣味的，台湾人看偌无路用就好了。美国讲吼，好，身份证你若发，你爱发40几万人，啊，我就政权要给你，我那没有问题啦。我若身份证发，足侪人甲我讲哦，咱若身份证甲发了个哦，哇，台湾就倒啊！咱开始发，发了半年，1000分做袂到，你要相信无？发一年才做一千分，
可怜无？迄当阵拄仔你发的时阵，你外口共讲吼，人讲你骗子，诈骗集团。我甲讲吼，足简单，你去问，你问，甲你讲，台湾民主是诈骗集团，你甲问讲吼，啊，到底台湾民主是骗我啥物物件？来，我问你，有捐款给台湾民众的，请你举手。莫讲遐大声啦，你有人要举手，无唔敢举你。啊，无会举手，无甲你叫你捐款的举手，拢无嘛。啊，要甲你骗啥？你要想看咩？安尼讲诈骗集团呐、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才是诈骗集团，台湾民众才是正版的，对不对？叫咱去交税金就是诈骗集团，叫咱去做兵就是诈骗集团，叫咱买军火就是诈骗集团，啊，偌趣味呢？免做兵，讲是马英九的功劳啦，屁啦，是咱的功劳啦。咱过了后，咱甲奥巴马讲，你若让台湾人阁继续做兵，我用国际法，甲你告你战争法、战犯。所以马英九今天唔敢，啊，去推阿明的立法院。今天讲一个提议，讲啥？我们去非洲找黑人来当兵。啊！你看这推啦，遐所谓的立法院，这推个未白上啦。你唔免叫人去做兵啦，咱主人就有人来给你做兵，啥物人？美国人爱落，爱给你占领，对不对？他当然要来防卫啊，你嘛免买武器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推啊，你若无人想法，你就唔知啦。你想看咩？恁家的门口徛一个美国，你敢去徛卫兵？未歹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内湖啊，迄两万平，迄、那个所在，美国军事政府甲台湾租偌久？99年加99年，到期还可以再延。哇，迄块土地人伊个啦，两万平。迄面台湾，伊甲台湾迄张甲迄个福尔摩沙基金会做诶，我讲因拢用法律哦。美国人头脑是也好是好，因为美国在差不多1999年迄个第二世界大战都要结束的时阵啊，美国的国会就通过讲吼，美国不再增加51州，伊无要增加土地啊。所以美国人去打战争哦，占领伊拢未甲你占。因为国人规定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嘛，所以伊绝对袂甲你摕土地啦。啊，有一寡台湾的戆人，就讲鼓励台湾变成51州，绝对无可能。你若讲要变51州啊，全世界今差一半以上拢变到美国的51州啦。咱是太好运的呢，去予美国打败呢。你若说迄当阵是去予中华民国打败，还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啊？咱妥。上帝甲恁保佑，何必国甲你拍败？欢喜啊！美国甲你拍败，有好处无歹处呢？我问你咧，你甲你拍败照战争法，咱爱缴税无？唔免啊，爱做兵无？哎，恁来去做，有做兵的举手？不啦，当然是你查某的未举手啦，但是你哥哥姐姐、爸爸妈、爸爸拢有做过兵啦。啊，这边啊。哦，恁遐足刁的呢，爱背啊，要背下手，对啦，我即嘛，啊，迄个吼，即嘛是贵姓的，我较歹讲啦。蔡同荣讲，什么3年啊，什么特一，什么啊，背几年，去起笑。做几年，啊，做两年爱背两年，做三年不背三年，所以啊，一定背。用钱啊，用啥？你找中华民国，你也撤退啊？咱要找，不是找中华民国，你若这抗议，拢去找中华民国，你推阿面来一堆啊！吼，拢去示威啦，吼，啊，去总统府抗议啦，去游行，推真正。你若要去甲抗议，要甲谁抗议？美国啦，你找唔到主啦。中华民国伊不爱甲你讲啊，所以马英九建班来抗议，伊就去外口度假。伊讲啊，无我的代志啊。你若去美国大使馆甲抗议，伊会紧张。所以咱过去每一年连续3年，拢去 AIT 较菜咧抗议，
拢遐静坐，总个袂较轻机能啦。我拢用静坐诶，连续三年。啊，落尾开始过亿啊，我讲你免坐啊，用法律较简单。哦，迄只嘛足忝诶呢。哦，转台湾动员尤拉马斯，啊，就去买迄个椅啊，坐伫椅啊，坐椅啊顶悬，啊，就去买便当。哦、我想想讲，你哪会好啦？老板讲，嗯，啊，都过就好啊。过来换即摆美国国国状啊啦，国防部、国务院、白宫、司法部国国状啊啦，小内状，咱个过啊，啊来找咱啊。我来想想，都爱用头脑啦。咱会当做大爷，不爱做啊，做一个瘪三，小瘪三，都你较抗议。你要做大爷，要做瘪三，大爷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跟你拢同款，但以前我就也要想，吼、哦，你抗议中华民国有效无？绝对无啊！伊是总经理，伊是代替美国来给你占领，来给你统治的。伊做唔对，是董事长要去负责啊。你看咱只油，迄油食九年的毒油，迄、那个鼎新伊个老四，老三的老四，即摆抓起来对不对？伊当署长爱负责咧，伊都说塞钱入去。我拢唔知影买油，啥物人买？嗯诶，钱签是你伫签诶，啊钱你伫赚诶，你唔知影？迄人咱台湾民众，我讲迄人已经清出来，我甲你讲，到底回个钱嘛？对不对？你敢若要背这人，丢咖咪这人，你就背袂煞啊！我甲你讲，所以我今日恁日咧上这个高级班。等下，咱遐江苏拢会甲恁讲法律。我是要讲一寡实际上发生的代志，互你听。因为恁拢嘛是唔知影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你直接上过课，尤其高级班以后，你就是要做台湾民政府政府的官员。你即摆上课以后，我有一寡时间，互你家己去想，互你想啥，互你想讲，你有确实要做台湾民政的官员，要来替百姓服务、替百姓设想的人无？那这少年的哦，我拢鼓励恁啊！十二月初六来考郡守。当然啦、啊，台湾民政府你若在做官员，你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，干那你俩，干这事情一俩。那之前以后，赶快退休的年龄定在65岁。在台湾民众这四千个没有永远没有退休年龄，一直做到你不爱做为止。不爱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哈？啊哈？做到你不爱做为止，就你使用哪哪啦？去住喺山顶，永远不爱起来耶。你也使咧，干那你也使咧。所以算你好运啦，但是你嘛要有能力。你的能力在哪？不能贪污，我先跟你说、哦、你如果贪污，我早就绝对清楚。你不要说、哦哦、做得钱送、啊、就是说台湾民众跟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一样，你看民进党后面动算以后，几乎那些大粒个个有事情，是怎样？因为太久了，哈很久了，做一个官员乌白背袂使，后摆，台湾民进有真济政策，例如讲，你的薪水会现主席的超3倍，你有真厝，你若无厝，拢互你厝大，18岁以上，爸母若无2间以上的厝，政府拢配一栋一个厝互你。啊，你有家己的头路，啊，你若万一你的公司要甲你辞职，啊，政府甲你辞，啊，而且。公司袂当随便将咱这事情的乌白讲，啊，你卖做啊，不可以。保障囡仔为幼稚园一直读到博士，拢总免费。咱的还早啦，我要还阁有要讲的呢。例如你即马伫中华民国伫读大学，你有助学贷款有无？有80万人，台湾民众之前迄80万人拢免还，政府来处理，台湾民众处理。你有厝好住，
你那读册拢免钱，健保免钱，我问你贪污要创啥？你要提倒？对，你要提倒？但是台湾民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就是你要诚实的缴税。所谓的节税这两字，后摆台湾民政府没这两字啦，是不是就节税？贪污叫做节税啦。哦，我都爱我贪足济，我交60%的税金，啊，我节税存交一个5%，那是什么东东啊？交税就是交税，60%就是60%。你若好胆，改节税，迄、那个税务员枪毙。我跟你讲，绝对袂使安尼，因为你有给你薪水，有给你厝住，啊，高铁东边的高铁，我跟你保证，两年给你完工。啊，你住伫台湾，四个拢敢住伫隔壁同款。甲迄个时阵哦，我若要来台东住，我住伫拢同款嘛，两点钟就有点到的所在嘛。所有海边的土地拢总开放，去上好的厝，给咱给所有老百姓住。敢若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才会当做官。你若是中国人，伫台湾的人，要经过两年，啊，过来摕咱的身份证。6年以后，按照《公民权利法案》，我们已经有通过了12个法案。你来去看麦啊！那是升级，那不是升级呢？你唔能够是讲你来这是升级呢？哪升级你唔能来，我无跟你骗。我们是真真正正要替台湾人做事。48年来，台湾人从来没有管理过自己，所以各位恁在这里上课。我内心是真欢喜，但是我嘛爱咱各位知影，你的心若无伫台湾人民的身躯顶，我劝你唔免来。你有真真正正要替咱台湾人服务，替咱台湾人设想，你才通来。以前今日班长你讲新台湾论，唔是卖册咧趁钱啦，迄一本册遐尼啊大本，干那写迄个册都要写几年啊？你看外海有像迄个新台湾的迄种的无？我已经写几本，你敢知？18本，后英文的，后日本的。即嘛是本人拢来咱遮，你甲恁上课。伊讲哇，你台湾民政府讲拢对呢。即嘛开始，才开始有足侪文章走出来，讲以前的耶鲁大学、哈佛大学都有研究过啊。原来台湾人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以前拢无看看即款的文章，即马拢出来。啊，即马出来看一下呐，都你看美国甲日本，其实美国即马咧帮忙日本啊，还修宪，还日币贬值，想办法比日币贬值，要让日本人趁钱。另外呢，因为恁今日上过高级班，甲礼拜。您下午12月20号到24号，咱要去靖国神社改参拜，啊，搁要去日本天皇的皇宫，甲日本天皇接受。但是即马是敢那无啥名额啦。不过呢，咱这个班算高级班，您若有想要去的，你会讲你甲班长登记，下个礼拜先交20000块，要出来以前搁交迄个18000块，剩无几位。今年咱真特别。除了咱这边吼，差不多要出动160个人去，其中有一部分拢住伫迄个五粒星上界大诶新诶迄间叫做巨蛋，但是今年咱特别拣18个，要去住伫日本诶圆山饭店港饭，叫做 Okura 大仓，日本政府官员要去日本。成帝到任国书拢爱去对大我哭啦。我们的费用是38000，因为咱是政府官员，但是你即马做高级官，高级班毕业，恁拢爱去准备一套全乌的西装，蓝色的袂使，全我说是无合格啦，因为我是哪无合格，我爱甲你解释，因为我定定拢爱甲外宾伫见面，所以外宾也很多。所以因此呢，我都爱在我们很必要的场合，我会穿我们的西装。啊，今天这点你来给他谅解。但是我甲各位讲，你若高级班毕业，
你去买一套全黑的，啊，这全黑的吼，以前咱拢共做啦，叫人来做，我即马无爱，因为原来迄个家乐福吼，伫甲咱配合，伊卖一束两三千块，你去现去现气清很好，啊，真好，品质嘛真好啊。所以黑色的西装、白色的靴子、挂的裤带，是咱的标准的装备。咱的帽啊，咱的徽章，是代表咱。所以你若戴这个徽章、戴这个帽啊，你袂当黑白来。尤其你若穿制服，伫外口社会黑白母，去予咱知影，我会甲你取消资格。当然，当然啦。你在台湾民政府上的高级班啊，这个资格无法度给你取消啦，永远袂当给你取消啦。所以咱有几级，咱会当做政府的官员，政府的官员有议员，有内阁，伫中央、伫州、伫准郡。啊，若讲你拢无法度，有诶讲哦，啊，我都毋捌字，啊，我无要来上课，会使会使，咱就互伊来上。你做中心就好，啊，中心要创啥，就是。当心你领老人年金啊，别人领800块美金，你领1200块。当年我们在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，我们会发动中华民国，你过去1949年的6月15日，伊用新台票1块，甲咱换咱过去的旧台票4块，40000块。恁知影毋知？知影举手，我拢知呢哦。讲到钱，拢目睭拢大绿啦。咱民政府执政。咱会宣布中华民国的新台票400000换咱正台票1块。你免怀疑，你免怀疑，你若替别人换，以贪污论，是搞你若换伤济哦，咱就叫你讲你写证明，讲这钱是你的。我严格执行，我先跟你讲哦，你当赚偌济，我换偌济给你。当时正台币1块等于1块的美金，对比金额来讲，哎，好不好？今天上课到这，明天继续。